定义什么叫有机化学？含碳化合物。含碳的话，那个郑颖刚说什么？含碳啊，一个是依靠生物，依靠生物来产生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什么叫依靠生物产生的？什么依靠生物才能产生的化合物？什么东西是依靠生物才能产生的化合物？酵素是不是？啊？酵素是不是？葡萄糖。不是糖，因为是。葡萄糖。葡萄糖是谁产生的？啊，葡萄糖是葡萄产生的，淀粉产生的，淀粉是有生命的噻，淀粉是生命吗？我们刚刚讲到依靠生物，一个生命所产生的化合物，有机物啊，你应该讲米，米，啊，米是一个化合物吗？米不是、啊，对，米不是化合物哈。那你刚不是说什么？依靠生物产生的化合物，葡萄糖是化合物哦，好，葡萄糖是化合物。米是一个混合物，米是很多东西混合的，它是一个生物产生的，但不是说，但米当然是有机质啊，米当然是有机物，但是它是一个很多有机物混合而成的东西，但是它不单单只有有机，会存在别的东西在里面哦。米是一个化合物，但是我们现在不讲米这东西哈，米我们现在不讲，好，它有什么东西是由生物或生命所产生的？看哪些？看哪些？看看植物可以产生什么，动物可以产生什么，细菌可以产生什么？水果，二氧化碳。水果，那跟水果的意思跟成语讲的米是一样的意思啊、哦。水果，我们要不要讲一个物，不要讲一个物品，我们讲是一个啊？屁。屁 ，OK， 屁。屁是什么？对。屁是什么？臭氧。屁臭氧，屁不臭氧啊、哦？屁是什么？甲烷。屁是甲烷，对，没有错，屁很好。B 是有机物哈 ，B 是甲烷，还有什么？尿液里面的尿。尿液里面的尿素哈，是化合物尿素哈。口水。口水，口水里面什么？口水很奇怪吗？分解淀粉，作为胰岛素。对，口水里面有很多酵素哈，很多酵素，它的酵素是蛋白质哈。蛋白。它蛋白质构成的酵素，好，还有什么？蛋白。对，我看蛋白质。还有什么？去氧核糖核酸。那是蛋白质啊，去氧核糖核酸是蛋白质的一种。还有什么？你刚说了什么？脂肪打嗝出来。打嗝是什么？打嗝出来什么东西？气体。打嗝出来什么气体？早餐。对呀、哦。打嗝都变成早餐去了。胃酸。啊，胃酸啊。盐水儿时。耳屎、眼屎、鼻屎不见得是哦，因为那东西可能是脏东西附着上去，那卡在里面的，它不是你，它不是。我们讲说经过生物或经过生命产生，说我吃进去，然后我在我身上产生一些化学变化，然后再产出去，懂我意思？我的身体就像那个工厂一样，进来了制作出去，那这东西让有的从屁股啊，有的从像流汗，汗是不是？汗也是哦。啊、哦，比如我里面分解完之后产生胃酸，胃酸是不是？是，胆汁是不是？是，啊、嗯，屁是，尿是，血糖，血糖算葡萄糖的一种吗？血糖对，血糖也是啊，好、哦。那如果说植物跟光合作用产生了二氧化碳呢？也是，产生二氧化碳。好像也不完。二氧化碳我们不是这样，二氧化碳是，二氧化碳其实是废物。就是说，我们讲的这是反应物，啊，但你要讲说啊，那尿素是废物，屁呀，尿素是废物也是废物哈。但是就植物来讲，因为植物是在所有的这个有机，我们讲的这个有机工厂来讲的话，就是植物或人体都是算是一个工厂。我们给它一些东西，比如植物你晒太阳啊，你给它浇水的啊，它吸到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啊。它就可以产生一些东西，对不对？植物经过这些吸收这些东西之后，它经过植物，它可以产生什么？记不记得？我们刚才讲光合作用，氧气跟淀粉。氧气跟淀粉，对不对？或者是葡萄糖哈，氧气、淀粉、葡萄糖。好了，
这个是它的主要目的，氧气不是啊。这个理论说氧气也是有机物，我们不这样定义哦，氧气不是有机物啊。所以最早的呢，我们是从生命中去发现说，哎，凡是生命中产出来的东西都很复杂，都比较复杂，它的化学成分都比较复杂。但是它有个特点，这些化学成分都含有什么？碳，含有碳，没错，都含有碳。所以有机物有时候就叫做含碳化合物。啊，含碳化合物，但我们不讲 CO2 也是有机物 ，CO2 我不叫做有机物 ，CO， 但它也是有机物啦，因为它要含碳。那后来仔细分析呢，大部分的有机化合物里面都除了碳之外，还有什么？硫。不是，不是氧。氧。氧也不是重点，因为很多人都含氧。氢的。啊，有氢对，没错嘛，有氢。啊，有时候还有什么？钠。不是，钠是一个稀有，钠不算稀有，钠。只是人只是需要对吧？钠是人需要，但是我不想需要，我想说。产生出来的有机化合物大部分含有什么？氯吗？不是氯。铁。大部分哦，就是像植物，植物产生出来的有机化合物，比如它产生出淀粉，淀粉里面有没有钠？有没有氯？没有。葡萄糖有没有氯或钠？我现在讲这些东西都含有的东西哦。酵素。啊，酵素里面什么？蛋白质。蛋白质是什么？蛋白质的先生，蛋白，是蛋白，氨基白，还是脂，氨基酸，氨基酸非常好，氨基酸好，蛋白质的先生叫氨基酸，记不记得？不记得。氨基酸啊，氨基酸是在前面是吗？哎，啊，氨基酸其实是主要从硝酸来的嘛，硝酸叫硝酸，有个是H2NO3 嘛 ，NO， 它主要是有氮这个成分，氮，所以你只要看好为什么像我们在种植植物的时候，有时候要先种豆子，再种别的植物，再跟豆子种，再种别的植物，为什么要跟豆子做轮种？豆子有什么好处？豆科植物，它可以把氮固化哦，它可以把空中的氮固化变成肥料。所以那个土里面，如果你种过豆子之后，这土里面会含氮哦。我们讲氮肥，记不记得？有听过氮肥？施肥要施磷肥或施氮肥。我拍过氮肥就不好了。氮，这个氮不是这个氮哦，是这个氮。那它会把空气中的氮给固定，空气中含多少%的氮？很多。很多。70几。70几%。71%到79%，到底是哪一个？79，约略79吧，大概78点多或79左右哈。啊，我们现在通常讲到1/5的，空气1/5的氮，这个氮是很大的量，在地球上氮是非常大的量。啊，是氧还是？还氧是化氧。氧化氧什么量？就是都想说什么氧气啊？那为什么不讲直接讲说CO2？我们吸的是我们。我这一口气一定含有氮气跟氧气，但是我吐出来什么？二氧化碳就是氮气，氮气没有用啊，氮气在呼吸过程当中它会被你身体所吸收，所以吸进去再吐出来，氮气的比例是一样的，不，氮气的量是一样的，啊，但是氧气会转换成二氧化碳出来，啊，氧气被身体做处理的嘛，就我们刚讲的，有没有反应物经过植物它生成氧跟淀粉，可是如果植物它在做呼吸作用的时候呢，它是出来的是变二氧化碳，对不对？氧是二氧化碳，对不对？它把淀粉再转，上这边应该是葡萄糖啊，好，这边是葡萄糖才对。葡萄糖是二氧化碳出来的，然后呼吸作用再把葡萄糖转换成淀粉，啊，淀粉是它的葡萄糖是它的养分，葡萄糖淀粉是它的生成物，和它的组成 ，OK。然后氮气是79%，所以含氮的东西它转换成氨基酸，就转换成蛋白质。所以其实植物、动物里面它都含有什么氮？对，所以三个东西有哪几个？氮、氢、碳，这三个是我们有机化合物里面所有东西比较常见的东西。嗯 ，OK。怎么样？好 ，OK。好，那这边我们。
稍微讲一下几个不同的特性，其实在你们课本上都已经有了哈。那我们现在只是把这边再说为看一下课本哈，这部分要麻烦你们看一下课本。来，请说明听类的特性，什么是听类？听类课本都有，我要麻烦你们看一下课本。就是有什么？说看什么？自己说什么？有看还有听。听，就是它的成分里面有碳，跟氢所组成化合物。你的意思说，所有含碳跟氢的都是叫，就是听类吗？所有有碳跟氢的都叫听类吗？丁内怎么说的？在前面，大概在第，听啊，那如果它只由碳跟氢组成 ？OK， 好，它的组成化合物里面，只有碳跟氢的时候，我们叫做丁内哈。好，那丁内的特性是什么？第五十二节。不易溶于水，在空气中燃烧后会产生二氧化碳跟水。来，轩宇。特性是什么？不易溶于水。然后嘞？在空气中完全燃烧会产生二氧化碳。二氧化碳跟水哈。这问题有碳嘛？碳跟氧燃烧会形成什么？碳跟氧燃烧形成什么？碳跟氧。碳跟氧燃烧会形成什么？燃烧二氧化碳。会形成二氧化碳，对不对？氢跟氧会形成什么 ？O2H2O。H2O 是什么？水。对哈。所以，氢类的东西它主要是由碳跟氢所组成，它不溶于水，它燃烧完之后会形成二氧化碳跟水。听起来很好吃。听起来哪叫做什么？啊，听类，我们常见听类哪一种？甲烷。甲烷，它叫烷类，我们先从把它大致上分类了啊。烷类，还有呢？所以，哎，你这跟单词上面的第三题、第四题是一样的啊。第三题跟第四题是一样的。哎，所以。要真的嘞。所以。为什么这样子呢？好，第四题。你说。二氧化碳是。二氧化碳 CO2 啊 ，CO2 啊，二氧嘛，水是 H2O 啊，好难哦，那这样根本就有，哎，应该是我参与，对对对，参水啊，好，那个第四题哈，第四题的醇类改成酯类。第四题的醇类改成酯类，第六题是酯类，醇类哦。哪一个酯？哎，真的嘞。第六题就酯类，等一下我在想什么？等一下你可不可以救我一下？老师没关系，你就帮我们少一题，你不用那么挣扎。不行，我看一下吧。你好，Sorry。刚才哦，又讲第一题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现在两题酯类。叫声。
属于我们讲有机化学的部分，有这些东西。但烃类呢？烃类实际上在我们目前来讲，应该还有一个烷类，还有一个炔类。但是我们现在国中课本不讲这些，我们国中课本只介绍到烷类而已啊，就只听烷类就要听就不管哈。烃类，你没有概念，烃类是碳跟氢的组合，只有碳跟氢。好，我们讲烷类，什么叫烷类？刚刚有人讲甲烷，对，丁烷。哎，乙烷有没有？有没有乙烷？乙烷、丙烷。有没有乙烷？有。有没有丙烷？有。有没有丁烷？有。有没有戊烷？有。有没有？下一题，有没有己烷？有。有没有庚烷？有。有没有辛烷？有。实际上都没有。刚讲的应该都有。甲乙丙丁跟辛，还有嘞？壬癸。壬有没有壬癸？没有了。还有癸。没有了。你竟然做鬼螺旋，这很困难吗？好，两个字跟人鬼，好，像越来越少了、啊，那这些都有，都有啊，这些都有。那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，它主要的差别是什么？放牛班跟金班，这什么东西？那请问甲烷是放牛班还是金班？金班。那壬癸，乙烷是乙烷是金班，普通班对吧？普通班。哦，越前面的分子越小，越后面的分子越大。好，这是一个参考哈，越前面的分子越小，越后面的分子越大。还有什么参考？越来越臭。越来越臭，这种难认定，臭跟臭。应该说劣质。什么？劣不劣质啊？越后面越劣质，越前面越劣质。越前面越劣质。越前面越劣质啊？哎，那劣质的定义是什么？什么叫劣质？物以稀为贵。跟我一样。什么叫劣质？劣质的意思是什么？劣质的意思是什么？什么叫劣质？好，我们定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怎么定义的？哎不，再看，再看。第三题改成那个。不用改，不用改，反正有几个东西对不对？看它的含碳量。含碳量非常好哦，含碳量分子大小，含碳量好，那怎么定义呢？甲乙丙丁戊己庚辛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，然后第一个碳量，含碳量，含碳量。HEC 是甲烷。H 什么？不 ，HEC。啊，我看到好重要的。HEC 是。对。哎呀，我说错 ，CC。CEHC。说错了。甲烷呢？听一下，甲烷是 CH4。C。CH3OH 什么 ？CH3OH 加醇。我谁跟你讲甲烷啊？没讲甲烷，甲烷。啊，甲烷 CH4， 乙烷是什么 ？C2H6。好 ，CH6。嗯，好。那丙烷是什么 ？C3H8。C3H8。为什么不是 C4？ 啊 ，C3H8。丙烷呢？C4H10。不完呢？来，我看一下。C5H12。啊，非常好 ，C5H12。啊，几完呢？或者是等差数列之类的。然后猜猜看呢？什么？C6H14。啊，非常好 ，C6H14。我记得我们是。好，不完呢？不完呢？C7H16。C7H16。以此类推。以此类推，但懂我意思吗？里面以此类推，那癸烷是什么？哇 ，C9H9H2。癸最后一个还是九，癸最后一个是 C10 啊。啊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，这癸最后一个癸是10啊。谁知道 ？C10H 多少？谁知道 ？H22。H 多少？22。22吗？20啊。有那么大吗？22吗？省。22吗？20啊！我没说，我没说，一定错。二十吗？22。22。为什么是22？因为他死了。20在加，然后这个丙烷是多少？哪个？丙烷是C3H8。这不是数学吗？现在这不是数学吗？哇，这样。刚刚人家赵东跟你讲，就是不讲等差数列吗？对不对？赵东，你告诉我，这里面几个等差数列？有几个等差？什么叫等差数列？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这样是一个等差数列啊。
二四六八十十一十二，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十，这是另外等差数列。所以它就一个等差数列。对，这、就是两个吗？你哪一个？你想告诉我？啊？哪一个等差数列？哪一个？对，你说一个嘛，哪一个、啊？哪一个是你？你 C H。C 跟 H。我想数学，就这边的数字来讲，这边有几个等差数列？两个。哦，两个。哪两个 ？C 跟 H。C 的系数和 H 系数。OK， C 的系数是一个数列， H 的系数是等差，是另外一个等差数列。所以你可以从 C 这边来预判啊，第一个是一，第二个是二，第三个是三，它也可以是一个数列而已啊。哪一个？它就是同时改变两个。同时改变两个。那你把。比如说，现在就在一四，就在二六。对啊。那它到这边是什么？一零二零，一零二二，对吧？一零二跟前面不会是等差数列啊。那鬼。对不对？假如说现在是 C9 的话是什么？是丑零毛。C9 一斤多少？丑零毛。C9 一斤二十，对不对？这是920，这是922，这不会等差数列嘛？是不是？啊，这不等差数列啊。对，我们要讲第一个等差数列是12345678910，对不对？第二个等差数列是46810121416182022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等差数列是差两个，所以第一个等差数列是差一个。那我们来看它结构式，好不好？结构式 CH4 怎么写 ？CH4 的结构式怎么写？中间一个 C， 然后四中间。好，中间一个 C， 旁边各一个氢。这个问题有问题？为什么是这样子？为什么这样子？甲烷为什么长这样子 ？Hello。Hello， 不要埋头苦干，哎，这位同学，这位同学，回头看看我好不好？为什么甲烷长这个样子？为什么甲烷长成这个样子？停！我听不见自己在说什么，好不好？没有举手，请不要讲话。那个，你们要有私事要聊，你们可以说我需要有一些 break time， 你要去外面聊没关系，我可以给你们十分钟。但不要在课堂上上课都一直讲你悄悄话，这样的事实。好，之前再说一遍。哦，说碳有四个连接，氢有一个，就好，不上去了。是，碳有四个连接，氢有一个连接，所以甲烷变成这个样子，有问题？朋友，你都没有看着我，你要不要换位置啊？这个角度可以。我可以看。OK。甲烷是什么类？甲烷变这样子有问题？甲烷变这个样子。甲烷这样的连接有问题，造成有问题。我看不懂这个连接，都是 H。C 在中间吗？不，这是四个。C 其实是四个 H 的意思。不是不是。OK， 好，那因为你们以前你是二年级没错吗？OK， 好，那个我们在讲见解的时候，你如果说注意一下，哎，各位同学，把头抬起来，不要趴着。OK， 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周期表的第三个原子序是什么？你怎么不知道嘞？去查表啊！怎么不知道嘞？这什么理由？我没叫你背啊！理，然后嘞？第四个，好，美吗？美，P，查了没有？不要这样子用猜的，我不背的。第背的吗？第四个什么？你是往下背，我现在横着。第四个，三。是第四个是什么？锂离子啊。锂。然后第五个是铜，第六个是碳，第七个是。第五个是什么？铜。铜。第六个。碳。碳。第七个。氮。第八个。氧。氧。第九个。氟。氟。第十个。第十个。氖。OK 吗？锂铍硼碳氮氧氟氖，我没有说让你背哈，但我在问你周期表的时候，请你查周期表就好了。我在问你元素的时候，请你查周期表就好了，清楚没有？但是你不要告诉我我不知道，有清楚吗？不要问的时候我不知道，不知道就找答案啊，不知道不是答案啊，清楚吗？我没有说你不能看课本，我没有说你不可以跟别人讨论，啊，但是讨论没有用，因为这些东西是有标准答案，讨论有时候是不是标准答案？好，只是大家考验大家记忆而已嘛。好，锂、铍、硼、碳、氮、氧、氟、氖。好，我们在讲过电子外围电子的稳定性哈。问一下，锂有几个电子？外围几个电子？一
里外面有里有几个电子，有三个电子类，三个电子，但我们第一层只能放两个，第二层最多给它放放八个，第三层最多给它放八个，这是稳定性哈。所以它三个电子怎么办？我现在在讲什么？就是放一个，所以它就不是。但是放两个啦。第一个放两个，第一层电子会放两个，这是原子核哈。任何一个原子，它外面有好几层不同的电子，就好像有它的弹架，这可以放两个弹，这可以放十八个弹，这可以放八个弹，它电子会先放，会往里面放，里面就有稳定，先往里面放。那第一层放了两个电子，第二层可以放几个？一个。可以放一个。可是一个电子稳定吗？稳定。不稳定，所以它的电子容易跑掉。跑掉完之后，剩两个电子填满了第一层，所以它会变稳定。所以这一边的原子，它容易形成锂带正电。为什么带个正电？锂带，因为它丢掉一个电子。因为它丢掉一个电子，讲清楚吗？是啊。完全不懂。它本来三个电子，它里面有三个正电嘛，电子带负电，对不对？就这个锂下面的全部都会变成锂。一样啊，你看十一啊，它现在十一的，对不对？锂铍，锂钠，这边是不是钠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，这是什么钠？表周期表，你不知道？没有人翻呢、啊，我不想看呢、啊。你不要分。先你那讲的是吧？下面是不是钠？钠，钾。啊，钠原子序多少？钾。钠的原子序多少？十一。钠的原子序十一。好，十一个电子怎么排列？第一层排几个？两个。第二层排几个？八个。为什么排八个？赵总。对，加起来十呗，所以第三层几个？一个。那第三层一个电子也是不稳定的，所以电子也很容易跑掉。多变成了。那电子很容易跑掉了。跑掉的话，它就变成钠带正电。老师以前记得打错字了。哪一个打错字？质类的质。啊、哦，质类打质 ，OK， 有误哈。那我这里搜寻不到。Sorry， 质类的质是有误哈。好。脂肪。这样子有清楚一点点概念吗？对，它原本里面都是装正电的，对，一个正电跑出去了，一个负电跑出去了，电子带负电跑掉，然后怎么拿回变成正电？因为跑掉负电了。你看这个原子，然后正电有多少个，跟负电有多少个，然后哪个比较负？你负电跑掉一个，啊，正电不会跑，正电是原子核啦，原子核的正电不会跑啊，所以它这边好像是有十，假设是钠的话，它有十一个正电，外面只剩下十个负电。所以整个钠原子就变成带一个正电了。哦，必须这样清楚吗？哦，不清楚，非常不清楚，我们就要举手，因为这部分他们清楚，他们要说。哈哈哈哈哈！答案是答案，哇！小雨可能是怕这有可能是真不懂啊，一怕。我刚刚没有笑你懂吗？好了，但是你这不懂吗？不懂。哈哈哈哈哈！钠会带一个正电，你懂吗？好，那氢的部分，氢在这里面，氢几个原子？氢的原子有几个正电？一个啊。一个，那几个电子？有一个、啊。也是一个电子，所以它这边都没有电子哦，它只有里面一个电子。哇，好刚好哦，都是正诶、正。对，它这个正电，它这个电子，对耶，哦。跑掉之后，它外围没有电子，它相对来讲有点稳定，所以它就容易失去一个电子。好，那失去一个电子会给谁？在碳这边来看的话，碳，你看哦，锂、铍、铜、碳，碳在这里，碳是六，对不对？六。六有几个电子？六。有六个电子，对不对？六个电子，所以它第一层有几个电子？两个。第二层几个电子？四个。好，四个电子，请问它几个才稳定？四哦，在四。它八个电子稳定嘛？或者是把四个全部丢掉？对。那是四个全部都丢掉，简单还是得到八？得到四个。没有了，丢掉比较简单。丢掉比较简单嘛，因为你看到、哦、它丢掉后面，它剩下里面是八个，里面是对不起，里面是六个正哦。它丢第一个还可以，丢第二个还可以，丢第三，丢到后面之后，你看外面只剩两个，里面有六个正，它差四个正电，是不是很容易就丢掉，不容易丢掉？它丢掉反而失去能量很多，所以它身上得到电子相对来讲简单一点。哦。那这样对碳来讲，它得到跟失去是一样的容易啊，啊，难易程度差不多的，啊、哦。都可以，啊，失去跟得到这边，好了，所以呢，在这边做交换。我们看到氢，很容易失去电，让它把电子给碳，它把电子给碳，把电子给碳，把电子给碳，
所以氢有几个电子？相当于有外围几个电子？它给出去的零个氢的电子数相当是零哦，但碳的电子数相当多少？有八个，哎，不是八个，十个变十个哈，对不对？对，它全部给进去了嘛，啊，但是真正的分子结构不会是全部，我就全部给你，只是会在里面出现几率多一点，在里面出现少一点，会彼此这叫共价键，就是说氢会把电子借给碳，但碳会把电子借给氢，只是大部分的时间电子偏在碳这边。大部分的时间，电子会在碳的这附近。好，这个东西要就是交换，我给你一下，你要给我一下。所以你看哦，氢把电子给碳，碳同时间有十个电子，它稳定。可是它稳定一下，要让它把十个电子全部给出去，所以氢得到两，每个氢都得到一个电子，氢是变两个电子，也稳定。所以变成它。化合的过程当中，它是让你稳定，让我稳定，彼此都稳定，但是时间是一下下，懂我意思吗？就是一直在传球。对对对，一下子氢把电子都给到碳，一下子碳把电子给氢，所以氢的表面稳定，碳也稳定，所以同时间两个是都可以稳定的。好，这是一种交换哈。好，这甲烷，就是甲烷有四，甲烷是这样的结构，这样清楚吗？哦。好了，那可以大概告诉我乙烷的结构应该长怎么样？随便。不要随便，以往的结构应该长怎么样？两个斜边，长得很随便。哦，看到了，两个斜边在一起，然后每一边三个圆圈。
好，那纸应该大家都 有概念的，怎么做纸的？告诉我。把树给它打翻。然后嘞，把树打翻之后嘞，然后加个树皮。停。然后嘞。把树皮打翻，然后什么来着？我就要画一个什么水牛老小的。慢慢讲，讲清楚，一步一步来。因为忘记小时候做过。忘记小时候做过，那我不要你忘记小时候做过，你再告诉我怎么做。啊，你说。然后打烂了。然后那个白胶把它弄起来。白胶哎，纸里面有白胶吗？没有，没有白胶。吸下去就知道。好，来，停停，听赵东说。把树打烂，就把纸滴到牛皮里面去，然后怎么钉起来就？捞起来，捞起来晾干。捞起来，捞起来，捞起来晾干。不是让白胶穿那个破衣，破个头了，破衣。不用了，他自己会，他自己切好了，自己用。大象大票的，停。所以你说，就是那个纸夹，它画一种模子，就是下面有一层膜，就是类似滤网那种东西，然后把它捞起来，水分滴下去，然后就会形成一个湿湿的纸。为什么？因为一次为什么变成纤维都会，就是纸的纤维那种。纸的纤维怎么样？都在上面，就是把那个捣烂一趟，然后拿去就是烧了很高温，然后把它倒到那个模子里面，然后用那个铁锤，锵！哈哈哈哈哈！你见到你脸上，你看那纸烧光了吧？好，那个纸是这样，我们先用树的纤维把它打烂了。啊！哎，这位先生。哈哈哈哈哈！好好。以前那个，以前共产党嘛，这讲到国共战争的时候，共产党他们两个带头的人，一个叫什么？毛泽东。毛泽东，还有一个叫什么？毛泽东。蒋中正。那个拿破仑。蒋中正是共产党。他是毛泽东国民党。他们比较有两个比较，就是共产党，共产党，一个是毛泽东。希特勒。哈哈哈！你要说杀猪吗？对，杀猪吧，我们就要讲杀猪吧。杀猪拔毛。哦，毛泽东嘛，还有个猪什么？朱元璋。朱元璋。谢谢你啊，谢谢你，朱元璋。朱自清啊。诸葛亮。哈哈哈哈哈。比较有名，一个姓朱，一个姓毛，好了，毛先生跟朱元璋。不要叫他猪啊，但有，只是后来不有名啊，因为他在等他们把国民党赶走之后，他们就毛那个猪就被毛泽东给斗争倒了，就不见了。就不见了，就像毛泽东而已哈。所以那时候国民党大部分的阿兵哥他们就在身上是杀猪拔毛，对，就是陈友刚做的动作。可是他没有杀猪，他直接拔毛。啊，OK， 那个。可是猪已经死了，毛都没拔掉。啥都是猪死，毛没有拔掉。没有啊。后来国民党被拔掉了。我跟你讲，你如果把一只猪的毛拔掉的话，那你要怎么吃呢 ？OK， 停，快，我们刚刚讲到，做纸拔毛啊，做纸怎么做好？纸，好，停。